苹果公司是一家跨国科技公司，总部位于加州富比蒂诺。该公司创立于1976年，有史蒂夫·乔布斯和史蒂夫·沃兹尼亚克以及罗纳德·韦恩共同创立。苹果公司以其创新的消费电子产品、电脑软件和网上服务而闻名。苹果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 iPhone 智能手机、iPad 平板电脑和 Macintosh 个人电脑。该公司还提供多种网上服务，包括 App Store、Apple Music、Apple TV 加和 iCloud 等。此外，该公司还提供个人 AI 助手 Siri。自创立以来，苹果公司一直致力于创新和设计，它的产品以其简洁的设计和易用的用户界面而受欢迎。该公司在全球各地拥有数百家零售店，并在全球各地拥有数十万名员工。苹果公司在科技行业中面临激烈的竞争，其主要竞争对手包括三星电子、微软大尔科技、华为、东芝和摩托罗拉等。然而，该公司凭借其创新的产品和卓越的品牌形象，在市场上保持了领先地位。总之，苹果公司是一家领先的科技公司，致力于创造能够赋予人们力量并丰富他们生活的技术。它不断推出创新的产品和服务，为全球各地的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。